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为你邀请到的是长辈股女神、长辈股仙女、长辈股妹妹华冠投顾林彦希刘副总林老师。甜心老师好，平话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彦希老师。你看说到了妹妹，老师的嘴角都已经裂到耳朵旁边了，嘴巴是不是要甜？当然要甜哦。新的一年刚开始，当然嘴巴要甜，你的获利就会跟别人不一样，跟你甜心 follow 甜心，获利就会不一样一样。来，长辈股女神给你的股票，给你的标股，给你的长辈股，果然吓死宝宝，怎么可以这么的彪悍？长辈股涨不赢，从去年赚到了现在，长辈股已经我们的华晨翻出了十倍咯。来，长辈股是一档接档，妍希老师用长辈股感谢全国会员好朋友的力挺，飙不停涨不停的华晨真的是嗨翻天了，哇，再次恭喜大家，龙探龙贼啦，这个华晨真的超级悍吼，真的很彪悍，跟老师的个性一模模一样样呗，不好意思哦，金探子今天除了华晨以外吼，还有听说今天二月第一个交易日龙要抬头咯，记不记得二月二龙抬头，明天二月二号对龙抬头，要抬头咯，要行了华晨涨停对不对？有涨停，我们一档一档来看。好，今天我们看到3036亮灯涨停板，哇，世纪大标股亮灯涨停板，老师你的安国一样亮灯涨停板，还有新日新亮灯涨停板，哇，一发不可收拾，让你赚到一发不可收拾，亮灯涨停板是不是都很好赚？好好赚哦！哇，是不是都赚得到？拢有啦！哦，今天除了华晨股价十倍翻，哇，一发赚得到，不可收拾。对，亚细呢也赚得到，电子通路通通赚得到，乌啦！再次恭喜大家啦！赢在起跑点，越赚越多啦！所以我说吼，这最近在过年封关前天天都是数超日，天天都是数涨停日。这里后我们来看一下齁，昨天是美国齁那个费德的利率决策会议的时候，然后呢他已经告诉你了，他说齁一如预料嘛，妍希就讲了齁，最好是下半年再去动升息那个降息这个部分，好，一样一如预料，连四次利率不动。然后呢三月降息的部分，其实齁那个鲍尔已经告诉大家这个机会不大，机会不大。然后你就昨天看到 美股回落对不 对, 对，来看着我，今天台股有跌吗？今天台股没有啊，没有哈，没有为什么？来哦，我讲过哈，其实经济跟降息这个问题是一体两面，我早就说过最好就是下半年以后慢慢降，对的，现在是不是符合妍希的预期？是的，符合预期，那你就要知道，那换句话说，既然吼经济可能下半年吼才开始降息，那就是经济后没有那个吼衰退的疑虑嘛，对，没错，那这是好事啊，底气很够，这就是重点了。不然吼通常有衰退的疑虑，第一个打击的是什么？股市嘛，对，没错，对不对？所以那下半年那是不是老师？那你看法吼今年上半年，对，上半年怎么？哇，现在18000到了嘛？哎，对哦。两万有没有看法？有没有变？没有改变哦，没有改变哦。是，好，那今天其实哦，你可以看到，就是全指股在压盘，可是哇，小兵立大功啊！真的耶，小兵一档接一档，一档一档的冲着出去嘛，对，对不对？所以后我在这个位置，我也不用说我多会赚。好，我今年已经还没农历年，对，一月份我已经七档长辈股了。七只的长辈股，果然长辈股女神，我是浪得虚名的哦。我没有说，我说过，我只希望我每年进步一点。那我一直脑袋后就放着，我去年25档，我怎么样也要赢过去年。对耶，我去年25档，我怎么样？我只希望后我自己可以与时俱进，我就超越跟自己。对，我就是常跟大家讲，我就是把我自己当目标，我只要每年比前一年成长，是的，比前一年成长。有，因为我相信后我每一档长辈股的背后，一定可以帮助无数个家庭。当然可以，因为我认为我坐在这里，全国的会员朋友都在看嘛，这是有使命的耶。我认为这个工作是真的，对我来讲，我是认为有使命的啦。没错，
然后呢，我也知道吼，我希望大家就是看我的节目多订阅、多分享，一定要帮我们按赞分享。对，你也不用介绍，你就是多订阅，让他看妍希的节目，让他先对股市吼没有这么的害怕。嗯，那他真的了解吼股市吼长辈股市真的吼赚得到的地方，是的，真的有办法让你财富倍翻、身家倍翻，再加上幸福倍翻，你只要买到长辈股，我相信你全家的嘴角都会笑。对，真的看到每个人都笑眯眯的，全家的嘴角都跟妍希天天一样。哎、欸，股市做得好吼，让你生活没烦恼。哎、欸，去买菜你也不用看价钱啊，每天的节目 对不对？身体好，都说吼那个每天的新闻。都在讲吼，哇，食衣住行全部都变贵，都涨价，那也是通膨的关系，没错，那也没有办法啊、对不对？那既然是通膨关系，我们是不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我们多要求自己，我们与其节流，不如你在开源这一块、多花点心思下去，真的让你买东西不用看标价，真的，我觉得认为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都多把我的节目分享出去，分享分享，对，因为我吼就是。实在做，实在讲，实在讲，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虽然挖坎还蛮恭维啦，我不会说后涨了20%、30%，把它讲得飞天转地。我真的是比较寒蛮呐。哎，老师，那如果说涨了20%、30%，说到最高转播，那你已经其实涨停涨倍股了呢？那不就是说到天花板上面去了，对啊，对不对？说话就是公挖卡很般恭维啦，我们真的是实在做啦，我们实在做实在讲，我只要有一个概念，我长辈股推出来给你，是你20-30%是不是很简单？哎，常态，对啊，就是常态，就是你要赚到长辈股，你20-30%要是常态啊，没错，然后40-50%也要有啊，那你看我每一档股票哪一档不是这样？是的，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我要告诉你，台股后来这两天的震荡，好，今天全指股的压盘，对这些的动作，其实通通在告诉你。大盘在等你，有 waiting for you， 你一定要看得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讯息，还剩下两天，对。该动作的要动，一定要、尤其我一直提醒你，我说最近大资金的好朋友真的很厉害，都来问我，然后我第一个，因为他们都会问说、老师要压哪一档，对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说大哥你过年没有要用钱哦、他说老师你早就把我的资金分一半了啊，你 看我要花的我早就都拿出去了，这里全部都是我要投资了，我跟各位讲买了1500万还不够，这个我投资的金额还没买满欸，老师哇，艾莉内行欸，真的是内行，他每年对过年前后就是都会来跟我聊一下，好，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光把华城拿出来，是的，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全市场很嗨，对，因为华城近期它的走势非常的陡峭，有没有直接喷直线的连四红？是的，连四红直接喷直线的，再创历史高。然后呢，只有发神经的妍希在350，还跟你说还没啊不哎。然后我还告诉你，我这个目标价，我金龙年的产业的先修课程有讲哦，都有说目标价哇。然后他让我吓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过年前开始去冲关了，没错。这就表示政策加持第一个非常强，第二个什么资金行情，是的，人家不怕它价钱贵，真的耶，我只怕它涨不动，所以这就是台湾现在资金大的好朋友的想法。你跟我说创意贵，你跟我说世新贵，我不觉得贵，老师，我只在乎它什么时候涨，是，没错，就是这样。所以大家的想法跟概念，你要多去看看有资金人的动作，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这很重要，没错。最后，我现在一直告诉大家，你看华城好了，我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在300，来在这个位置，我跟你说还没，对，没错。好，冲上来一段了，350、360、370、380，我还可以说还没，是啊，我看着 K 线，我就跟你说还没，对，这是为什么？老师到底知道什么？好，所以我一直要求大家，
产业要了解，一定要，你一定要对产业去挖掘、嗯、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深耕产业我才有办法做这么多长辈股，没错，我也是花时间在整理这些长辈股的，所以我今天后给大家一个想法啦，好好，因为我认为现在过年前吼，你看股票都一直喷，我的长辈股还涨不停，真的涨不停呢、欸。对，等一下股票我等一下介绍涨不停。那但是你有没有去想之后封关完、嗯、今年度金融年整个的投资概念，你到底去把你的持股调整到定位了没有？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嗯。因为你今天看的不是一两天的涨跌，我今天看的是一个趋势。就像我为什么会在去年初45块我就买华城，没错，放着不想理他。嘿娜，老师，你可以放着不想理他、欸，哎、嗯，然后啊，有人来问我，我还提醒他啊，你要买，你现在可以去买啦。你看甜心就是这么的好，有问必答，会员好朋友幸福哦、欸，哎。哇，他吓到，隔几天来，老师，你华城怎么看这么准？对呀、啊，真的很准、欸。我其实哈，我应该是不是很准，但是应该没什么错过啦，几率不大啦。老师，你没什么准，在去年度会给大家25只的长辈股，这叫没什么准。那还有不乏其他的哦，2层、3层、4层，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讲哎。你看哦、喔，我四字头的。成本45附近哦、啊、各位你要看哦是45哦、嗯、现在股价来到488，数字超级漂亮，后面再多一位，超级漂亮，对，没错，所以我说赚长辈股最难的是克服人性、哦、当然是人性，那、啊、你要怎么克服人性、嗯、天天听节目深耕产业非常重要，一定的，就像我会员已经好多会员来告诉我说、嗯、老师我一天没听你的节目我全身不对劲，对呀、啊，一盘有风吹草动，赶快把甜心拿出来压压惊。我开盘前，好、哦、8点半我就要听了，然后还有我睡前我也要听，一定要哇！每个会员给我这样的反馈，我很开心，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投资好朋友们，吼、哦，就是你要底气强，我希望你去找像我这样子可以做长辈股的、嗯、这个时间，台股在这个阶段封关前的这个阶段，是你调整你的持股到今年，嗯，好、哦、有机会。就是长辈股的定位的时间是最好的， 对的，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改变嘛、嗯、你不要就是吼假设台股现在都18000了、嗯、创历史新高了，对，可是你手上的股票哦，可能还套个5层、嗯、还套个4层，你就要真的去思考一下它今年的成长度够吗，嗯哼，这样了解吼，嗯，审视一下自己，你对我来讲吼，我其实可以帮你分得很清楚，为什么假设你的持股来，我第一个我先帮你看什么，有没有政策加持，对，来有没有政策加持很清楚，你看到华城、嗯、是不是重电，有华城是不是重电，是啊，政策加持，我去年已经把台电的所有的标案都告诉各位了、嗯、所以来我帮你看持股的时候，第一个我看你有没有政策加持、嗯、那你有没有美国宽频基建，哎呦，美国宽频基建今年是不是持续在跑，没错、嗯、那你记不记得我去年旗开得胜赚不够，有前顶赚来豆，前顶赚不够，新复兴赚来豆，哎、欸，有没有这个概念都是赚，有的，再来今天来会员是不是最近了，妍希又帮你抢钱了，乌啦3363上权继续赚来豆，哇，政策加持哦，有的，所以听到了重点，是，那你又听到了，哎、欸，宽频基建，宽频基建、哦，对不对？嗯、然后呢，妍希老师还有哎、欸，你最近那个金融年、嗯、上课的有水资源，欸、对哟，哇，我告诉你，除了水资源喷出去以外，碳权今天也喷出去，哇，是不是政策加持？是政策加持啊，股票我就不要点了，可是我要告诉各位，重点来了，嗯。你的持股来，我第一点帮你看你有没有政策加持，没错，那我也举例了我的政策加持，这些股票超级会飙，超级好赚，好，就是这个是政策加持的概念，来上权会员都知道、嗯、有还没涨就叫你买，有还没涨的时候要有一点耐心，有的，知道哈，知道知道、啊、我有讲了 MWC 展嘛，嗯嗯，好，过完年后好要登场，对，来我第一个帮你看政策加持，好，那第二个呢我帮你看消费性电子，嗯，你有没有这样的持股，为什么呢，因为消费性电子后是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主轴、嗯、那你知道我从去年开始我是不是从联洋
对，开始转，是的，大牛股，大牛都会飞了，真的变小飞牛了。那联阳开始转，是的，转不够，老师你又带我去联阳创新，嘿那，因为联阳我给你的时候股价后才88，对呀，然后呢一飙，飙出去百位数以后，是的，马上就来问我，老师你还有没有那种 IC 设计，然后两位数的都开始耶，嗯。那个牛后没有变飞牛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变飞牛的时候，大家都冲过来。老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没有？再来，消费性电子嘛，对，轴承。对，我跟你说，费包经济 学。那有没有记得我们去年赚兆力？乌啦，兆个杯。兆力现在又蠢蠢欲动啦。嗯。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讲，兆力冲出去，股价翻三倍，很多人说。老师还有没有轴承、啊、你给我背起来，新日新有有今天新日新是不是又叮咚亮灯涨停板，消费性电子啊，有的，对不对，富士达我送你啊，嗯，就是这个概念。哎，有没有发现，哎呦，老师你光消费性电子这个概念去年赚到今年、欸、对耶，从去年一路赚到现在、欸、来，然后还有什么文大强啊，有什么叫文大强、啊、来，电子通路商是不是消费性电子，是消费性电子没错、欸、我今天文业一样亮灯涨停板，所以产业概念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文业亮灯了嘛，对不 对，然后我又一直跟你说那个世纪后大标股啊，是的，一定要注意啊，真的、啊、今天的世纪大标股是不是一样亮灯涨停板，它跟消费性电子关联在哪里、MCU 啊，没错，消费性电子其中一个很大的环节就是 MCU 的晶片啊、嗯、所以这样好不好，好赚啊，所以我一直在帮你拆解你手上的持股到底是不是否现在主流盘面会涨的产业、嗯、是有没有很重要，非常重要，再来、嗯、有没有看到立台最近才变长辈股，今天又喷了、欸、长辈股继续的狂奔呢、欸、你要记得立台我的成本在三字头，为什么，因为我送你小礼物，没错，然后呢一月再回的时候，妍希你又发神经，你在这里又讲亚北 啊，我节目有讲 啊，我说你要注意哦、嗯、你要注意咯，对不对，凡事先预告给大家，所以啊，哎呦，怎么老师你讲要注意要注意，怎么反转直接 V 转、欸、直接 V 转，直接往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了啦，这档股票在十二月还没涨，我就一直说还没哦，它是那个正在往那个长辈股的路上，所以我说你越早来我身边赚越多、啊、你可以分得出来到底什么股票是在洗盘、嗯、什么股票是真的后短时间内没有这个产业的前景、嗯、可能一年两年，你看那个星星紧缩就知道了啦，我等一下会点改天点，来不及了，好，那你看到立台是不是变成长辈股、嗯、是的，一样是消费性电子，没错，还有我昨天是不是又提醒你缓缓，嗯，有、哦、也同样是消费性电子，然后今天呢有是不是很好赚的，嗯，亚细乌啦也是消费性电子，没错，好，所以这个概念你一有，嗯，诶、欸、脑袋就清楚明白咯，所以你来我是不是第一个帮你看有没有政策加持、欸、是的，第二个帮你看哇今年超级大主轴消费性电子、嗯、对不对，电子消费性电子撒下来就非常多了嘛，嗯，好，所以你有这个概念，你会觉得哎呦其实赚钱真的轻松，哎，不难，的确是，啊，只是后早涨晚涨，嗯，那只是我后又稍微把你的速度再拉快一点，嗯哼，因为至少我天天在看盘，对 对，那个盘面的轮动，嗯，我会看得非常清楚嘛，没错，好，那今天我一样啦，这边我一直提醒你后，大盘在这里是在等你，嗯，在等你哦，你要看的。懂，是的，今年我已经累积七只了长辈股、哦、我希望后今年上半年后可以冲到20、欸、哇老师你真的是超越自己，我就说我要每年超越我自己一点嘛、uh-huh、我真的，所以我后我昨天就像我跟你说我拿的产业报告厚厚的一叠、哦、那个现在已经摆在我桌子已经到这里了哇结果今天会员都没有来 问我问题、欸哦、他们哇真的好贴心张老师要钻研产业的部分真的好贴心，我觉得大家真的好贴心哦、嗯、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全国会员好朋友齁，真的也感谢大家齁，粉丝多多帮我分享，是一定要分享按赞哦，好不 好，那同样啦齁，今天最后一天，嗯，好的，最后一天什么 last 咯，如果你要到我身边的话赶快进来哦，我加码会期给你，以外呢我加码产业报告的课程，太嗨了，金融年产业报告的课程我刚才有讲了齁，探权今天冲出去咯，冲出去了，是不是产业加持，是加持的，对啊，所以我要帮你看你有没有这些产业加持，有没有
今年比较有机会的啊，嗯哼，对不对？所以这个课程我也加码，直接加码给大家哦。所以就是早来一天，哎，早赚一天。所以，亲老朋友来，年前给大家的红包是一包比一包还要来的大，今年肯定是个好年了啦。今年肯定红包发出去，哇，都是一打一打一打的，哎，今年肯定风光了。那么重点是接下来怎么来掌握赚钱的行情，这就更重要咯。靠紧甜心，贴紧甜心，你的获利就会不一样。今天破例再加开，让你呢，诶，加码除了汇期之外，齁，年后起算，再加码我们这一份呢，金龙年产业先修班的课程，讲义先拿到手，重点里面的笔记才是更重要的。哪些的股价还没到，甚至未来会飙到哪里，在我们的课程里面都有说，直接加码给大家。除了加码汇期之外，还加码课程哦，务必来电做把握，赶紧轻松跟上甜心的脚步，咱们一起来买标股赚标股，给您的标股一档接一档。02-6630-3237，节目最后呢，感谢甜心老师，谢谢品话，好，祝大家在股市里面事事顺心，越赚越多喽。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金龙年呢，妍希吼，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万事如意，迎新年，玉龙迎春，旺全年哦。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